我要把你套住咯。太平洋的环抱下，新郎新娘交换戒指，许下山盟海誓，完成了终身大事。两人会选在船上完婚，其实是因为这个甜蜜约定。第一个呢，我要在一个大自然的场所里面结婚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他希望他可以看到海豚。这对新人22号登上赏金船，找了60-70位亲朋好友一起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刻。因为工作在船上相识的两人回到原点，在大海的见证下，连俏皮的海豚也跳出水面，就像在祝福新人一样。看到了飞旋海豚、花纹海豚、热带斑海豚，一起来见证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航程。新人在大海的见证下共结连理，也成为他们专属的幸福回忆。记者刘继娇、张浩，花莲报道。